见三界条。三界欲界，色界、无色界。欲界是有淫十二欲的众生所住的世界，上自六欲天，中自人畜所居的四大洲，下至无间地狱皆属之。色界是无淫十二欲但还有色相的众生所住的世界，四禅十八天皆属之。无色界是色相具无但住心时于生妙禅定的众生所住的世界，四空天属之。此三界都是凡夫生死往来的境界，所以佛教行者是以跳出三界为目的。何不写经？四空处又名四无色或无色界，即空无边处、实无边处、无所有处、非想非非想处，乃修四空处定的人所得的正报。因此四处的众生于五蕴中无色蕴，只有受想行识的四蕴，以及无物质的色身，而只有微妙的精神存在，亦无依报的国土宫殿，故名无色界或四空处。